十一月十一号是对于中国人来讲是什么日子？光棍节。好，马云在那一天卖出去了1680亿。这是一个什么概念？中国的前十大开发商，平均他一家的话，他一年他需要卖10个月的楼。让马云一晚上给干出来了。香港五大开发商，我没说一个，五个加在一起，你知道他需要卖多长时间的房子？卖10年的房子，让马云一晚上给干出来了。